现在我们是在黄山的红村啊，今天呢我们已经把车移到这个红村的停车场啊，晚上呢我们就准备在这里过夜了。红村的景区停车场呢，这里是有充电桩的啊，我们车呢刚好也没什么电了，然后开进来充一下啊。哇，这个还是蛮好的。我们现在这边吃个晚饭，吃完晚饭以后呢，晚上进去红村里面逛一圈啊，夜游红村啊。这里可以带阿白的啊，阿白要不要进去玩啊，和村里的小狗狗玩，好不好？晚上要不要带大白进村子里面去啊？转一转吧。转一转啊。吃完饭就消化一下。嗯，吃完饭带你去啊逛红村的夜景啊。不逗你啊，不逗你，不逗你啊。我们先吃饭。晚上把这个猪蹄啊又热了一下，里面放了几个这种油豆腐啊。啊，我觉得油豆腐比这个猪蹄还要好吃。嗯，那你吃油豆腐吧，我吃猪蹄。一口米饭。一口米饭。吃完以后我们去那个红村里面去看看夜景啊，看有没有夜景可以看。嗯，进去消化一下，溜达一下。对，晚上我们进红村里面去溜达一下啊。现在已经没什么人了，哇！但是这个景区啊，它是24小时的，就是还有人在值班啊之类的。打着手电筒来逛红村呢，啊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夜游红村。夜游红村呢，走。带爸爸过来散步啊。啊，散个步吧，走。嗯，晚上好安静啊！小心点啊，别掉河里了，你个小眼睛！啊，好，你灯光打好就行。别掉河里了，你看这旁边就是河。啊，旁边是河是吧？嗯。走，进去应该就亮一点了。啊，人家都下班喽。哟，人家睫毛修吧。哎呦，最好拉一拉，拉一下他吧。我来追我家狗啊！好，你拉我家狗。我来拉我家狗啊！乖乖啊，乖乖啊，乖乖啊，乖乖。人家怕，人家怕咬你。啊。哎。一般追。走这边吧。啊，我们坐车。走这边吧啊。我也从那边走。你怎么那么我们往回走，往回走，往回走。来来来。从我这边走，我到那边。我家民宿去关灯，好不好？谢谢啊！啊，没事没事，啊。那么大一只狗，你害怕不啦？他也不怕的嘞。走走走走走。晚上。哎哎哎！走走，快！哎！全可以！别，不可以啊！不可以啊！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！不可以啊！不可以啊！乖乖啊！我坐着，我来。乖乖啊，他追过来，他追过来，他追过来。乖乖啊，乖乖，快点，快点，乖乖啊，乖乖，好，不可以，走吧，不可以啊，天哪！好，我们家人做好，不然罚你。他们也不怕的。哎呦，这叫什么来着？这叫夜游惊魂嘛。没有吓到我们的大白，吓到了都。狭路相逢啊，这里怎么那么窄啊？我感觉不敢进去了吗？感觉都关灯关了一样。是啊，我们也走吧。啊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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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阿白吓到了，阿白，等一下人家这条村的所有狗都过来哦。对，还是小心一点。哎，我们换一条路走走看吧，这边路要亮堂一点啊，啊，逛个街啥的。刚刚那个小巷子啊，晚上真不能逛，对吧？指不定从哪里冲出一条狗来的话，对吧？和大白打架就不好了。嗯，喂，又看见小狗啊！乖，乖，乖啊！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啊！乖乖乖啊！吓走了，吓走了，吓走了，吓走了！哦，你以为它怎么吓走的吗？我用那个去狗器，去掉了。啊，乖乖乖乖，好多狗啊！你还带了个去狗器。嗯，我的这个去狗器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。你看，小狗跑了。跑了。跑了，跑了。跑的慢悠悠的跑，也不怕呀。那刚刚不是制止它了吗？哎呦，回家回家回家。啊，你看你怎么到哪都遇到狗啊啊！明天，哦，我知道明天带他进来也带他在这里拍一下好了。嗯，然后就给他送回去吧。走吧走吧走吧，里面这个我
其实这里是人家地盘的，二百。你看，我给他去口气驱一下。二百想在这里拉尿，他就过来了，二百。嗯。别占人家地盘了，这两条路都不顺呢啊！走哪条路都有狗被狗拦了。是啊，好了好了，那带大白回去吧。哎，真的是还好带着这个去狗器啊！刚刚那个小狗过来直接摁一下，对吧？它就跑了，但是第一条就没啥用哦。所以说这东西也是时灵时灵时不灵的。有一些敏感一点的狗可能害怕。刚刚那条狗应该它是不是特别敏灵嘛？大白啊，走哪都被狗凶，怎么办呢？嗯，回去吧，我们今天就当来个踩个点吧。好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大白还是一脸的不情愿呢。来了，大白。上去吧，上去吧，明天再带你玩，好吧？明天起早一点，我们再去玩。啊，今天全是被对吧？被你的小同类给破坏了啊！走走走，走。来，大晚上保护不了，大晚上的不好保护你啊。现在不想上来。快。明天早上睡早一点，早点睡觉，明天早上再上来啊，好不好？乖啊，一二三，去，跳跳，哎，真乖，真乖，真乖，好嘞，乖乖啊。哎，我们把我们这个大水壶拿去那边接热水哈，嗯，接点热水回来洗澡。可以，自己烧水还是太慢了。嗯，那这个去接方便哈。对，就跟服务区一样的。嗯，关个灯。嗯，走，洗个澡睡觉哦。这里就跟服务区的热水器一样，你看这么多热水，24小时热水啊。是啊，这个服务不错啊、哦。嗯。太搞笑了。现在这边晚上也有人值班的哦，24小时的哇，晚上也有人过来啊、哦。果然是大景点啊、哦。对呀、啊。不知道明天人多不多。对。我觉得很少有地方24小时值班的。是啊。